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不让你看见老田吗？师叔那边很安静，没人去闹。我这出来的路上正好碰着这两个货。我问你为什么在这儿？老田呢？他还在山上。哎，师傅。师叔啊，师傅来看您了。师傅，师叔啊，师叔啊，信息已经被人移走了。刘亮，你去看看能不能找到线索。老天师，麻烦您旁边静候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的特种工作人员，他能根据残留的气还原事情的经过。当然，事情发生的越久，残留的气越少，也就越难以还原。现在还有希望吗？事情发生还不到40分钟，可以还原。当时我就在那儿。二太师爷，龙山师爷。小庆子，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天师府，天师府快被全信给毁了。这帮孽畜！听说老天师爷出手了，全信来了那么多人，老天师又上了年纪，就算再厉害也打不过他们呀。梁山，快去助你师父一臂之力。不行啊，师叔，师父让我保护你，寸步不离。这里地方偏，不会有人来叨扰。快去，这是师叔的命令。小雨子，小庆子，照顾好二太师爷。明白。龙山师爷请放心。蠢啊，就这样被支走了。怎么办？全境这帮妖人不会真的把天师府给毁了吧？没事，他们没这个本事，也不打算毁了天师府。小青子，你不了解全境这帮畜生，他们是不计后果的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小青子，你干什么？您说全境不计后果，我当然知道，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，要毁就尽量毁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，毕竟在山上待了3年，有感情了。全信代掌门恭庆。见过田老。